小朋友们，圣诞和新年马上就要来了，是不是想看看圣诞树的彩灯是怎么点亮的？是不是要在圣诞树下拿礼物呢？12月1号就在法拉盛的 Tangram 购物中心，还有12月7号飞越皇后门口的圣诞点灯仪式，来亲眼看看吧。有礼物，有表演，看看圣诞老人是不是也会来哦。